这一段呢，我们还要送大家去看电影哦，而且这一部电影可能很多人期待了非常的久，因为它在金马奖上面创下了一个纪录，就是史上唯一的同一部电影拿下了双料影后哦，那就是周冬雨跟马思纯哦，在《七月与安生》当中，他们诠释一对这个感情非常好的闺蜜，但是因为同时爱上了同一个男生，情感之间就开始出现了变化哦。这部电影也是由陈可辛导演呢率领金奖团队来一手打造这部电影哦，果真在这个很多的国际奖项上面都获奖连连，而即将哦在台湾也有正式的映期要跟大家见面了，所以我们要送大家去看《七月与安生》的特映会哦，只要手机编写 FNTV 传送到5123就有机会抢先看到喽。接着就一起来关注《七月与安生》的最新预告。来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哎呀，一二。我的家就是你的家，你又不是男的，是叫苏大明吧？搞过对象吗？七月喜欢你什么呀？你喜欢七月什么呀？我最喜欢的人都在一起了。我们不是说好了要交换人生吗？